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非得一分钟。同事新买的车不小心滑到一下，跑去 4S 店补个漆，竟然要几百块，这不是抢钱吗？把车开过来，老子免费给你弄。如果是轻微的划痕，完全可以通过打蜡修复，打上蜡，沿着一个方向用直线的方式反复擦，几次下来，刮痕就不见了。还有一个更省钱的方法，是用牙膏擦，效果虽然差点，不过能减少空气对车漆伤处的侵蚀。面积稍大的划痕可以用补漆笔补救，补漆笔在汽车用品店都有卖，报出自己的车型和颜色就可以了，价格嘛也就四五十块。使用前记得先摇匀，把划痕周围用胶布粘起来，然后仔细喷补，等干了之后撕掉胶布打上蜡就可以了。如果已经刮到底漆，要先把受损的部位清洗干净，然后喷上除锈剂，把已经生锈的地方弄干净，最后再用补漆笔来补，可别嫌麻烦，这样才能把损失减到最小。车划伤了，帮我补一下漆。哎呀妈，车划伤了，帮我补一下漆呗。车划伤了，帮我补一下漆。好，我给你们好好补。